面被人吵架哦，不可以吵架。小王这样是什么意思？他会这样叫。就是你是想说，
干嘛？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录的我截图。我拍不到花，我要转一下，转这边。哎呦，不要吵架！你们两个为什么每次都要吵架呢？不可以吵架。放心好，可以拍啦。要不要我用录影？等一下回家可以截图。哦。不可以吵架。不可以吵架。